哇，这个西延宗这个救球，这个是直接砸到了Julian Boy的头上。哇，这个应该是打躲避球的一个方式哦。哇，飞这个球当然也蛮狠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反应够快。哇，这个Julian Boy一样闪是完全来不及闪，砸到了他的右脸上面。对，哇，直接打在脸上。不晓得脸上有没有肌肉可以练。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事哦。我的眼神感觉起来蛮凶的哦。